这段经文呢，我忘记了很久。我记得我太太去年5月22号离世的时候，然后呢，过了几个月，10月的时候，我们教会牧者呢跟执事们呢就参加一个退休会，那是个五月后，那主席呢就用这段经文来读经，读经然后就唱歌。一听到这个诗篇13篇的开始的时候，到几时，我就开始流泪了哈。我流泪的时候，流泪得很痛苦哈。那天呢，都是很多人看着我就觉得，哎呀，奇奇怪怪啊，这啊，因为一般是同工，一般是执事嘛，也新执事上任，所以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也好啊。我有两个很好的同工在我旁边啊，你知道是谁啊？右手有谁？有国邦啊。左手呢也有一个姓郑的牧师啊，但是不是 Roger 哈、啊，是郑昌牧师啊，郑昌牧师啊，两个我哭泣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样搞，因为没有看过我哭泣这么痛苦哈、啊，所以呢，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也不知道怎么样搞哈、啊，大家都啊无奈哈、啊，而且呢苏牧师也在我前面哈、啊，我看到他也无奈，每个人都无奈哈。啊你有这样的情况吗？有一个朋友或者是姐妹弟兄在你旁边很痛心的时候，你怎么样说呢？你怎么做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做啊。但是呢最近呢你们有参加那个会友的大会吗？最后一首诗歌唱什么歌啊？恩典够用啊，恩典够用，我又来了啊。因为听到什么呢？听到呢，每次你跌倒，站起来怎么更刚强嘛？哈、啊，我也当天呢，你猜谁在我右边和左边？又是国邦，又是郑牧师啊！这一次呢，郑牧师呢就用他的手臂来这样拍拍我。国邦呢做什么？一年后的国邦不同了。他拿纸巾给我，我相信两个都为我代祷，对吗？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不需要怕人家呢有一些情绪的啊，因为呢，神创造我们呢是人，对吗？有他的形象的啊，因为神也是爱我们的，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呢，13篇是我很喜欢一篇诗篇，但是。从前呢我有机会讲的，但是我没有讲过，你记得我讲过诗篇吗？我最喜欢的诗篇啊，讲过一段时间的嘛，但是呢我漏了这段诗篇，所以我就为什么我漏了这段诗篇的呢？我就回去我的电脑，原来这段经文在我电脑，我没有讲过，为什么呢？我想呢，因为那时候选择12篇我最喜欢的嘛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喜欢那些多，这个呢就比较很痛苦的，那时候我觉得哎呀不要讲了。所以2篇我没有讲过的，4篇13篇跟下一个月4篇73篇，你们可以看一看是什么诗篇来的。为什么我要讲这段诗篇呢？因为呢我们看到这段诗篇呢有特处，因为呢它给你想到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可以引起你有感情的，有时候会流泪的啊。但是呢这段经文也可以感动你呢，无论你在什么情况，特别你在最低落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谢神啊，你也可以借着这段诗篇也可以引起你呢对神更有坚信，更有信心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遇过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应付你的困难？你是不是一个人在你的房子里面哭哭哭哭，什么人都不要讲，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了、哭哭哭什么都不要讲。但是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很坦白来到神面前问他信心的问题。在我们最惧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问神，你可以给我信心吗？当我们很沮丧的时候，
当我们很疲倦的时候，我们诗篇呢有一个特处，就给我们一个空间，不像好像其他故事这样，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问他，可以要求他一些事情啊。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有三个原则啊。第一呢，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流泪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主对话啊。第一大点啊，对于大点的时候，我们与主对话。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大家一起来念。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几时呢？好，下一个 PowerPoint。这个故事呢是前个礼拜 BBC 里面登的哈，讲一个现在40岁的女孩啊，叫 Emily。她说她16年前呢，24岁的时候，她有第三期的癌症啊。那时候是2001年，当她经过很多月的治疗的时候，她发现呢，她的朋友、她的同事，当她病的时候，不知道跟她讲什么。好像吃惊了，太吃惊了，不知道讲什么啊。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些文案的卡来对一个癌症的人文案，最难的了。你不可以，他说你不可以给送一张早点康复的卡片的嘛，因为癌症你也很难，所以呢，不像他们裂了骨啊，你可以啊找了康复，这样就比较适合。所以呢，他那是时候很痛苦，但是治疗之后，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广告的事业啊，做了很久。但他之后呢，他发现呢，他要离开广告业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理想，他要开一些文案卡。不同的文案卡，它是同理性的文案卡啊，怜悯别人的文案卡，因为很多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他们的同情，所以呢他就印了这些给别人可以抒发他们对一些病人的同理性啊。所以呢有左边这个的，他说5个阶段的哀伤。第一呢，在公众地方哭泣，第一阶段；第二呢，在车上哭泣；第三呢，独自一个在家里面看电视哭泣；第四呢，上班哭泣；第五呢，喝点酒醉了哭泣啊。但是最后呢，写什么？啊，我爱你，是他们美国人他们的幽默，就是说。我知道你很痛苦，你在5个阶段都是哭泣的，但是记得我爱你啊。另外呢，他是说，因为很多人呢在困难的时候，会说神有他的原因，对吧？很多人就说神有他的计划啊，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些卡，就说如果神的计划，神呢，这是失败的。筹划者了啊，就是说，当别人经过困难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反应不要跟他说啊，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原因。可能在时间过了，观点过了之后，那受伤那个病人会知道，但是他病的时候，不要第一句就跟他讲，神有他的计划。我发现我很多人跟我这样讲的哈，啊。好，下一个吗？这个另外一个卡呢，他写的就是我答应你呢，我不要当你的疾病啊，说是一个旅程来的啊。一些人就说，哎呀，神给你一个旅程，千万不要这样跟别人说啊。除了你真的带他去一个旅行就好了，不要单讲啊。好，下一个有吗？没有了啊。
所以呢，诗篇呢，第一篇呢，有很好一个诗篇呢，十三篇呢，因为它是在圣经里面是诗歌来的，智慧书啊，智慧书。诗篇呢是首先呢是一首诗嘛，对吗？啊，有歌词的，不单是这样啊，它也能够啊，它也有一个特别的底，因为它是诗歌呢，可以给别人表达他们的内心的感觉啊。啊十三篇呢，我们在题材里面呢，我们叫 lament psalms， 就是说哀歌啊。哀伤的诗篇，有一类的诗篇呢，150诗篇里面呢叫哀伤的诗篇啊，有七篇这么多啊，十三篇呢是特别的，在这七篇里面呢，他开始就发一个问题啊，他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到几时啊？他第一个字是到几时，很厉害哈、啊，你跟神祈求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讲？到几时呢？有一些诗篇，讲也是关于他们发问题的，啊，诗篇二章一节一起来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十五章一节：耶和华，谁能居住你的帐篷？谁能住在你的深山？世人啊！你们不正和公义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很多世人也可以表达他们要发的问题给神啊。而且呢，这十三篇呢，跟其他四篇不同呢，发问题呢，因为呢，开始他就说大卫的什么？大卫的诗交给谁？灵长啊，所以呢，大家也知道的，大家一起唱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奉献，也是诗班里面筹划过，他们想过神学配不配搭的，配不配合不合法的啊，所以呢，他们觉得这篇诗篇呢有它的特处，所以呢就讲了这段经文啊。什么是到几时呢？啊，到几时呢？在圣经里面也是到在哪里呢？在何处呢？下一个 PowerPoint 啊，到那方呢？啊，所以呢，他开始的时候问这个呢，就看到这个作者呢，对自己的经过呢，就觉得很沮丧、很失望，情绪呢很浓啊，而且有些波动，有些斗志，也是愤怒啊。有这样的感觉吗？有时候你觉得一切你所有的都没有了。我有这个感觉啊，当我太太离世的时候啊，我波动很厉害啊，别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只会跟你说你有信心的嘛啊，你知道神存在的嘛，这些对我们没用的啊。所以呢，我怎么样呢？我就好像我太太这样，就写一个博客来表达我自己对生命怎么样看，我一切过去的啊，所以很多人都受到我的博客的，现在我还要写的，但是没有发给别人的啊。为什么呢？诗人要写一篇诗呢？因为呢，写诗或者写下来你的感情呢，是最安全的方法来表达你自己的情况啊。你也可以表达给神，神因为神知道你的情况的嘛。你一切的情况，包括你的失望啊，你的疑惑啊，为什么别人这样对待你？为什么别人不了解你啊？啊，你什么也可以。有时候包括呢下一个 PowerPoint， 他们可以问神啊，为什么？大家一起来念，对神和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为何掩面不顾我所遭遇的？不，难道神忘记开恩不发怒就指责啊？第二个呢也是忘记啊，所以很多人呢在诗篇里面，有时候当他们最低落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问神，神你是否忘记了我吗？但是我们知道神不会忘记我们的，但是神在诗篇里面给我们这个空间，
可以表达他，因为只有他才了解你会有着这样感觉嘛。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太太病的时候，我也不敢太激动表达我的感情啊。表达有时候有时候她觉得很失望，有时候她就很绝望。但是呢，我做丈夫，我做基督徒，我有盼望的嘛，我也不会好像她这样觉得哎没有希望这样的嘛。我们说我们要依靠神，对吗？因为我能够理解她嘛。同样，我们基督徒在最低落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求神，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父亲嘛，他可以理解你的痛苦的啊。所以呢，在诗篇里面也常常这样做。所以呢，他有时呢，第一节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厌面不看我，忘记我啊？”厌面呢，不是说神不存在，不是说神已经死了，好像一些极端的哲学这样哈，但是说神为什么到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不见到你哈，也是这些翻译哈，你好像你离开我啊，很严密啊，躲藏了隐藏。那这些呢不是实在的，明白吗？但是那个人的感觉可以表达跟神这样说啊，神好像为什么好像你不看顾我这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会消失的啊，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他也不会否定我们的感觉的，好不好？这个神啊，非常好，他不会否定你经过最低落的时候，你看到的黑暗的时候，你看到世界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不会否定你的感觉的。他给你跟他在他面前表达你的痛心。好，如果你看呢，他有一个持续的，好，虽然他诗歌呢，诗歌很抽象的吧，但是他有一个持续的。第一，讲他跟神的关系；第二，讲他里面的性情；第三呢，他跟别人的关系。所以第一呢，开始说他跟神，神好像厌面；第二呢，他讲什么？他心里面呢、其实呢，在原文里面，他说他的思想，他的心。两个都是周的愁苦啊，两方面，他讲的时间，他讲内讲外，他讲他自己经过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除非你经过了，你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第三呢，他讲什么人啊，他的仇敌啊，那些呢不喜欢你的人就喜欢看到你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他们其实时常有这个对他呢也更加不同情。其实呢，你经过困难的时候，很少人理解你的啊。包括我太太，经过困难，我也很难理解他。所以呢，唯有他跟神祷告，每天早上祷告，每个晚上祷告，看神经，而且呢，他写了很多查经的资料。当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只有神能够明白他嘛。那所以呢，他说他就这样哈，第一呢向神讲话，第二呢向神讲话的时候不要好像一个成前的信徒这样啊，我没事，神你很好，不是这样的。我们祷告可以表达我们内心里面最坏的感觉啊。你最坏的感觉你会不会跟你的丈夫或者是太太讲呢？都会的嘛，有时候，对吗？有时候也是很难讲的嘛，因为他们会发脾气的嘛，因为我们的忍耐很短的嘛，对吗？但是你跟神讲，神可以理解你啊。那仇敌怎么样？我们看下一个有吗？仇敌呢，他升高啊，升高呢，就是说他们呢好像站立，你跌倒了啊，他们兴起来，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他们高高在上，你就趴在地上啊，很差啊。所以呢，他说为什么我在痛苦的时候我的敌人没有在我旁边拉我上来，反而呢好像比我超越我这样，超越性啊。你看到一些人吗？当你最低落的时候，那个人好像对你一个超越感这样啊，比你好这样啊，比你好。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失望啊。所以呢，那个敌人啊，你知道在圣经66本书里面，
发现在什么树最多吗？啊，诗篇啊，其实诗篇最安全给你讲你跟敌人的关系，包括你的老板，包括你不喜欢的人啊，你可以在诗篇里面为神说，神不会骂你的啊。我们因为变得很虔诚的基督徒呢，我们忘记呢我们的人性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不会讲一些有时候骂老板的话的啊，但是在神面前呢，你他可以理解你的啊，他不是帮你报仇啊，没有啊，但是给你一个空间可以表达你最失望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呢，总结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最低落的时候，没有人顾念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第一，我们可以坦白跟神说啊。第二，我们无惧跟神说我们的心情。第三呢，我们可以彻底的跟神说我们心里面最不平安的东西啊。一不高兴，普通话怎么讲？不高兴，全部都吐着出来，好不好？我们的神好啊。所以有诗篇十三篇就是这样啊。第二呢，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不单是讲啊，第二大点呢，我们要求主转脸啊，就是说我们呢要交托全部给我们的主啊，不要收回来，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发出来是好的，但是呢要保证你全部发出去，不要留下给神啊，不要留下自己，全部交托给神啊。我们看十三至十四节，耶和华，一起来念，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当我太太过世的时候呢，我就回去看他的电脑啊，因为很多东西要收起来，收起来他电脑最好的东西。我发现呢，有一篇的博客他没有登出去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是一年前呐啊，他还没有离世，一年前呢是完成了他第一个 cycle 的治疗啊，所以呢之后几个月之后才扩散的，但是第二个 cycle 的时候呢，最后一片他没有发给朋友啊。我也想为什么没有发给朋友呢？因为有时候呢是他很累了，他写了才看叫我帮他发给朋友啊，所以呢那时候为什么就忘记了啊。所以呢你们有师母那个博客的书呢就没有这篇的啊，但是呢他讲得很美，他经过大概五年的挣扎，他第二个 cycle 里面的总结是怎么啊，我就登在这里啊，大家帮我念一念啊。下一个没有啊，没有啊，好，无所谓，我这里有哈，但是我普通话太普通了哈，大家忍耐一点。好，这里他这样说，五月的2014年，亲爱的朋友们，我2年的口服化疗在五月第三周结束了，在2013癌症复发后，我已经达到了2年的生存关口，哈利路亚。感谢你们所有的祷告、纪念和适时的支持。记得最初我对于2013年5月的手术治疗十分乐观，接着在2013年10月我把鸡蛋清样血肿块，好像鸡蛋这样这么大的块啊，误以为癌症，在迅速复发，由加州赶回香港。在这一段的时间内，我准备了一份代办事项 things to do 啊，清单，死亡次复一处即发，在 CT scan 排除了癌症的可能性之后，
我继续审视这这个份清单要做什么，并已经筹划去许多夯日。每天早晨我祷告自己顺服在神的主权下，将我的日子交在神的手中。2013年我拿了一个学期安息年假，2014年回去工作，忽然在2014-2015请了一学年期。在这段时间里我努力地继续下去，但每次当我试图做一些事情，我都觉得身体不同的痛苦阻滞，这是最令我沮丧的。渐渐地我屈服了，非常缓缓地我放弃我的渴望和梦想。最难的部分是告别学术生涯，并做出离开澳门的决定。这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期望了。实际上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运动、做家务、灵修、准备主日学和查经材料，提供专业辅导、见朋友、帮助叶牧师的教会施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和充满祝福的生活。我真的很感谢，单单为了自己还能够进食、睡觉、活动，以及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疼痛，但有一部分的我感觉沉闷，我的大脑太缺乏刺激了，也太闷了。我变得乏味，缺乏动力，我的记忆力退化，这可能是由年纪大了，加上这种住在家的生活，在我里面有一股躁动不安。人生中我还想要更多，所以呢，我感觉到我里面的矛盾。但正如旧约的中的雅各，我终于放弃了奋斗，紧紧抓住神，祈求他祝福我。当经过一个很困难的时候，他就经过很多，但是最后呢，他发现只有好像雅各这样，只有怎么样抓住神就可以走了。好，我们看第一大点啊。第二大点呢，你不要看这个世人为一个不属灵的人啊，因为呢，他就常常祈求。他说耶和华，如果你看每一段的时候，他有耶和华的字的，第一节、第三节、第六节，而且呢，在第三节呢，他继续说耶和华我的神，他不是放弃神的，是要拥抱神啊，不要神离开我，你是我的神啊，说。这个耶和华我的神呢，出现在圣经里面38次，但是唯有这段经文呢，说耶和华我的神呢之后呢，他有个命令啊，他用三个命令啊，其实他用三个命令。第一个呢是看顾我，看下一个有吗？第二个是应允我，第三个呢使我光明啊。但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大声很强调跟神说，神啊，我没有你不许，就是命令的语气啊。所以呢，他是说神看顾我，看顾我呢什么意思？恩待我啊，回应我啊，跟我互动。应允我呢，就是说给我知道事实是什么样的，跟我理解一下，介入我的生命一下啊。最后使我光明，再给我热情，给我复兴，光照我啊，这些祷告好不好？好啊，他不怕，他说神啊，你知道我一切的啊。下一个 PowerPoint 看到有什么啊？所以呢，一些人呢，在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跟神恳求的，但是呢，他每次恳求呢，他可以跟神说，神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大家一起念，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审判不。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啊，所以呢，他继续祷告，他用这个三个命令语气，
但是第三节呢，他讲为什么他这样这么恳求，因为什么他说了他怕他会离开，啊，他会离开，啊，人生就没有了，啊，有些你们会不会怕最近有一些灾害嘛，对吗？打风，啊，有的很多事情呢你没有了解的。一些人上两个礼拜，我们前任一个老师在 BI 那边两个礼拜知道自己癌症就过世了，比我年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多些事情呢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我们看到那些香港嘛，那开那个大巴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撞出来，你就没办法的，所以呢这个世人也说因为我怕我会离开，第二呢，他也继续说，他也继续说，他也是他的也是他的敌人呐，他们那些人呢就对他好像最近我也常看到你们基督徒你们为什么这么年轻呢？也有灾害的很多很多这些所以呢他就求神，他用这个事情来能够可不可以荣耀神他因为要忍受很多人对他的信心嘛对他的你们这成年人为什么有些人听为什么你们成年人也没有小孩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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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来反对你们的信仰的所以呢第二大点呢就是这样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去第三点了第三呢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应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应用。好，十三章五节他有一个应为的开始他应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依靠就是相信 trust in your unfailing love 什么是信靠呢？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这些有一些人对信靠的表达我们这个呢很有名的坐在监狱里面很久的他基督徒他这样讲一起来念，当一辆火车你不会扔掉车票和跳出去，你只会安静地坐在船上并相信火车工程师，这是对他来说就是信任了。下一个，相信神表示用超越人的眼光看神眼光甚至事情就是我们看神怎么样看这个事情才是信任神。第三，相信神表示无论遇到任何环境感到任何感受面对任何仍然在思想和行为上与神的话语一样。相信神表示放弃采用自己的方法处事，趴下一个人的意志并认识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一个老师就是说信任呢就好像一个人呢全部趴在地下趴在地下没有什么帮助，就是只有可靠神。就是好像一个士兵他投降的时候在一个将军面前他就趴在地下。我们当我们经过困难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的所以呢他整个诗篇里面用一个因为我相信神。为什么我发个问题呢？为什么我用命令语气呢？神啊，因为我相信你的，不是不相信你你自己来带领我然后呢，他更加用一个很好的因为呢，就是说什么？因为神，你一路来怎么样？看到那个字吗？恩待厚恩待我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跟神可以说出我们的困难呢？因为我们知道一路来他都是这样的神他没有放弃我们。什么是恩待我呢？就看到以前的历史神对我也是这样，对吗我年轻的时候神也这样帮助我我太太离世神也会帮助我，对吗我们经过很多很多困难
神对我们来不是忽然之间我太太离开就变成一个陌生神，我们看到神一路来他的恩典他的信实是如何的，我们也看到他也永远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他是说因为呢你用厚恩待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我们人生 有高有低的嘛，对吗？也有逆境也有好景的，但是呢我们不是看环境。所以呢诗篇呢最后就是说他不是看他的情绪，他也不是看到他的敌人，最后他说因为你厚待我，我可以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对我最好的了。不要看环境，但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远与我同在。所以呢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呢最后呢总结就是说神可以信赖的神我们经过的东西呢我们可以交给神，因为他是负责我们的神我们也可以相信他能回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的，更加我们可以信靠他，他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神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同在，而且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这个道怎么样？成肉身与我们同在充满恩典真理来陪伴我们所以呢，今天呢，如果你经过一个很难的事情好像牧师经过多么困难，你也可以交托你的事情给神，你可以讲你不可以跟别人讲的话来表达你自己的信心包括什么呢你自己对敌人怎么对你也可以跟神说感谢神我们安静一段时间安静一段时间。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上个礼拜呢我们的大壮的牧者寄给我一品他们唱过的诗歌很感动我很流泪讲传道书传道是第三章的什么是有时什么有时所以呢我就要求他们你可以来这里，因为我要讲诗篇十三篇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本来我要播的，但是他们说他们可以下来所以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给他们一段时间准备，我们做一个祷告，他们准备。主啊，到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主啊，当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到几时回应我们？神啊，为什么你眼面看到我们的痛苦？求主安慰我们，不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我们当中也失去我们亲人，或者是每个人都经过一段的困难。主啊，你是安慰人的，你是道成肉身的神，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主啊，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对你说我们的感受，你不会厌弃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